啊，他们还没来呢。小美丽啊，咱们这次啊去敬老院献爱心，我就争取到了一个节目，男女对唱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咱俩一定要把好关啊！谁唱的好，谁给大爷大妈唱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王小倩啊，看你平时吊儿郎当的，但你这次发起的去敬老院献爱心的活动啊，我给你点个赞。我也给你点赞。小倩小咪，你好，你好。哎。你不是那个门口家政公司的那个周元大姐吗？正是。有事吗？啊，我当然有事儿了，我找小莲儿。小莲儿是什么玩意儿？他说找于小脸儿。找于小脸儿啊？啊，你找他有事儿啊？啊，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在那个微信朋友圈发起一个到敬老院献爱心的这个活动吗？我想参加。哎，不行。你不是我们小区的。王小倩怎么说话呢？献爱心人人有责，怎么还能分你我呢？啊，对对对对，小米粒说的对。那个你找小莲是不是想和他一起唱啊？你那才也太对了。啊，说心里话，我挺中意小莲的。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人很般配。你想啊，他是你们校区以内的保安，我是你们校区以外的保洁，这一保安一保洁，以内以外，天作之合。不是，那俩干啥去了？咱俩没动，是你动的。是吗？哎呀，那我这是情不自禁，我那我过来找你。那个大姐呀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嗯，有一个姑娘叫李保洁，特别喜欢于小脸儿。啊。那是我的情敌啊。还有呢，就是于小脸特别喜欢一个姑娘叫秘密，那也是我的情敌。你看啊，这么多情敌，你是不是有点多余了？你还掺和吗？你咋那么没想象力呀？正所谓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小伙，淑女好逑。哎，我一定会努力的，我要抓住这次机会和于小莲同台演唱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以此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，争取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大姐，你别乐了，你甩就甩吧，你 K 我干啥呀你？那个，你听我说啊，唱歌就能终成眷属，那要混进所干啥呀？王小倩，这不抬杠呢吗你？这样大姐，哎，没事啊，等一会儿于小脸来了，我帮你撮合，好不好？打住，帮啥帮啊？于小脸能跟他唱吗？庄园，小脸，圆脸组合呀？这玩意儿啊！你咋说话呢你啊？王小倩啊，王小倩，小莲来了，小莲，站住！小莲来了，冲动是惩罚，冲动。哎，对，庄园大姐，你先冷静，要不这样，你先找个地方藏起来，等会儿他来了，我慢慢给他渗透，对对对，好不好？不能今天太突然了，这藏哪儿啊？屋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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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藏屋里，我还能看见他吗？就藏这儿，哎，来，就藏这儿，不是，不，你藏这儿，那叫藏吗？哎呀，来不及了，别追求细节了，你赶快连字儿。我的妈，这叫啥玩意儿啊？再来！你我你多深？我你几分？小美丽啊，是否有兴趣跟你小脸哥哥共唱一首歌啊？哎，有个人有心情跟你共唱一首，那个就是门口那家政服务的那个庄园大姐。谁？姓庄，名园，年方28，长得算朵花。远看大奇葩，近看像大妈。哎，你别说，你俩长得还挺有夫妻相的。住嘴！谁跟他有夫妻相啊？谁跟他有夫妻相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多吓人呐、啊！我跟你说啊，小美丽，记住了，咱这次上敬老院，那是给大爷大妈献爱心去了。
不是整一帮人吓唬老头老太太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我这个形象，我往那一站，就够大爷大妈瞅一阵子的了，是不是？他再往我旁边这么一站，啊，那像啥呀？再说了，我这个眼睛一笑就一条缝儿，他那一笑连缝都没有，天衣无缝啊！啊，站在我旁边，大爷大妈一看，知道唱歌，不知道以为我俩唱睡着了呢。小梁，你要不愿意跟他一起唱吧，你就离远点。我离多远呢？我回老家唱去呗。我要是在鹤岗唱，他们能听着不？哎，小梁，你别激动，我眼睛小点呗，化妆不就完了？化浓一点也看不出来。怎么说你俩也算是郎才女貌嘛？住口！就讨厌你们这些女的，我告诉你，化妆啊，整那化妆掩盖事实，你知不知道？对对，那是化妆的问题吗？啊，他那个形象是化妆问题吗？底子知道不？底子不行，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李小脸，打住啊！嘴下留德，我呀，嘴下留德，留德不留，全缺出去。啊，还留德？我告诉你啊，咱不是背后说人家啊，就是庄园，他搁这屋呢，来，他人在，他就躲这桌底下呢。就我说啥他不得听着呀，大爷啊，这家伙知道的，我俩是要唱歌，那不知道以为我俩要吃多了呢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嗨，我已经有我的心仪搭档了，既然不问我是谁，气不气人？那我自己说秘密。哎，你要不要你那大芝麻脸呢？啊，秘密能跟你唱吗？跟你唱啊，跟你唱啊。正所谓窈窕淑女，在关关雎鸠，在河里头，窈窕，哎呀，君子，加油加油加油！王小倩，王小倩，嘘嘘嘘，停，多么脆耳的声音！啊，秘密来了，秘密，快去吧，赶紧去吧！我上哪去啊？我得在这屋待着呀！不行，我得猫起来，对不对？我得给他个惊喜。你别，哎，别上，往哪猫？往屋里猫，屋里。往屋里猫，我还能看着他了吗？我还呀，往哪猫啊？就往这儿。哎，别和我玩，我告诉你，你想和我玩？哎，不是，这我告诉你啊，就保住啊。他小，我刚。哎。你来了啊，来半天了，那等啥呀，走上敬老院唱歌去啊。你别给我装晕啊，装晕我给你人工呼吸。嘴下留德，留什么德？留德咋整啊？写字儿吧，还是继续写字。写字是吧？快，我来了，再来。哎呦我的妈，你干啥呢？练字呢。我以为你刮大白呢。那歌练咋样了？练好了，你俩听一下呀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高了。没有，唱挺好的。好吗？好。哎，我唱的好有啥用啊？得看搭档唱的好不好，不是男女对唱啊。对，我这样问你呢，你打算跟谁一起唱啊？是不是？不是。我还没问你是谁呢。你问不问也不可能是于小亮。哎，听着没，心里有点数。哎，跟你俩说，于小脸他会唱歌吗？啊，那唱起歌来，一股子的，就好像歌词烫他嘴似的。啊，烫
嘴呀、啊、就亮凉了再唱。那个什么，其实于小脸的人不错。对对对对，你看那个年方仅仅28，嗯，加长版的周润发。是，远看长得挺奇葩，仔细一看皮皮虾。哎，那不是正好用他的磕碜来衬托你的美吗？是，你不觉得反差有点太大了吗？我就问你俩哈，站在舞台上，是一个长得好看的人招眼，还是一个长得磕碜的人招眼啊？就我俩往舞台上一站，谁还看我呀？你们这不是分散大爷大妈注意力吗？没事没事，磕碜点不怕，就化妆嘛，妆化浓点，化厚点，看不出来。对对对，要不就多糊点腻子，给它腻上。主要是底子不行，底子底子。轻轻点。哎呀，糊什么腻子啊？你就他往上脸上砌砖也不行。再说了，他脸上要真砌砖了，大爷大妈更不看我了。你。嘴下留德不留，我这个不是背后说他呀，就是于小脸今天在这屋里，就好比他在桌子底下，我这么说他不也得听着呀？太想跟我做搭档，知道的我俩是搭档，不知道的以为我上当了呢。再说了，你俩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已经有心仪的搭档了。不用问，张璐。错，是张璐。我的妈呀，还能不能行了，还能不能行了，咋整啊？这屋我待不下去了。我待不下去你上哪去？待不下去啊。秘密，我的天哪，大秦哥追了我一天了，非要跟我一起唱歌。就大秦哥那个舌头，嘴里都装不下，他会唱歌吗？我可不能那些啊，我藏起来啊！哎，藏哪里？我不在屋里，藏屋里，我不在，别在，藏，咱都藏这儿呢。哎，你俩啥时候来的呀？一直在。走啊，咱仨去敬老院唱歌去啊！哎，又起来，晕倒这招我都用了。不是你不晕一下太尴尬了，咋整啊？咋整啊？咋整？写字儿吧？咋整？我的妈呀！那个，这再来！哎呀，秘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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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大秦哥啊，你这是找秘密你还是找猫呢？找秘密。秘密刚走，不可能！我看从这门进来了，咱没从这门出去啊。他着急有事跳窗户走的。啊，对，一下五楼，他真从窗户走了，那是真走了。你找秘密有事啊？你不是发朋友圈上养老院献爱心吗？我要和秘密一起唱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大秦哥，你等会儿，你不喜欢大美姐吗？你不跟她唱，你跟秘密唱啥呀？就是因为喜欢大美嘛，所以我不能毁了大美啊。哎，他啥意思？我咋听不懂呢？啥意思？他想毁了你呗？是吗？别问我，我就想毁了他。哎呦我的那个大秦哥，你听我说啊，秘密真没来，你先走，等他来了呢，我告诉你行不行？对，钱儿，哥们儿，讲究好了。你得告诉他啊。好，再见啊，不送啊，拜拜。鞋里进沙子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哎，等会儿。哎呀。什么味儿？闻着没？榴莲。你拿榴莲干啥呀？榴莲秘密爱吃吗？我先贿赂他一下，完后跟我一块唱。你等会儿，你那榴莲是不是过期了？王强，吃没吃过榴莲？吃没吃过榴莲？榴莲它就是这味，不是这味儿吗？你拉倒吧！你家榴莲闻得呼的冒着气儿啊？榴莲是热带水果，来，你把你这热带水果给我穿上啊！我穿上。哎呦我的妈！咋的了？还走？我穿上了。说你个大汉脚，你还穿个尼龙的袜子？你还？哎呦我的妈！我这下整点腻子，我就把你那脚跟我这脸一样给砌起来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这个亲娘确实受不了，味儿太大了。哎呦我的亲娘！哎，榴莲在哪？快让我闻闻，缓一缓。哎呀妈！
忍不住了，这节目好啊。哎，大清哥你听我说啊，等这期节目播出之后你从头看你就知道咋回事了。哎呀，不是从头看，妹妹啊，我要跟你一趟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快点，大清哥啊，你要跟妹妹干啥？我唱歌啊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我给你送月球上，你去不去？你上月球，我跟你去。你这么的，你跟他一块发射，完你俩谁也别回来了。对，咱俩谁也别回来了。对对对，你不去我能去吗？哎，你们不一起去？你都去吧，你去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吵了。我看你们几个谁答谁都挺不协调的。行了，刚才我也听了，你们还都会唱歌，是不是？这次呢，去养老院呢，只能出一个节目，那不如我们大家一起合唱就完了呗。我同意啊，我同意。秘密同意，我也同意。小陈同意，我也同意。我也同意，你同意啥呀？你个大臭脚丫子，唱歌不妥协。行行行，好，你去站好，来来来。行了行了，来，那我们大家现在先练遍啊，来，预备，唱。你问我爱你多深多深，还是自己先不唱吧。哎，小米，哎，不是，哎。我和秘密可以唱啊，小米。